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，富贵贫困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，这是说书的规矩。你看一行一行的规矩啊，这个小木头一敲，谁也不能再说话啊，你要再说话呢，我就拿这砍你啊，那就不是规矩，那就打起来了。就说故事劝人向善，教人学好，很多故事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但是归总到一块儿，故事里的这个背后的东西是真的啊。那么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呢，离着现在很近，家里要是有老人呢，可以回去问一问啊。明朝永乐年间啊，啊，这要去问去，这是啊，啊，别去，离着太远了。永乐是明朝的第二个皇帝，开国的是太祖朱元璋。第二个呢，应该是建文，但是建文帝没做到头，就被自己的四叔燕王朱棣取缔了。所以说，在明史上，永乐大帝要跟其他的皇帝比起来啊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怎么呢？他进京篡位，他不说篡位，他打的是清君侧的旗号，啊，说皇上跟前啊进坏蛋，我得去一趟，帮他们清理一下。啊，打着这个旗号来到北京城，啊，把这个江山算是夺下来了。但是咱们从历史上来说，永乐大帝可以说是一个好皇上。他在位的期间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非常的好。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故事，就是这个年代。故事的主人公姓满，满意的满，是淮南人。啊，名字叫什么呢？俩字儿。叫文臣。想当初啊，一老生的时候，他父亲就说了啊，我这个孩子太好了，说以后一定要让他念书啊，念书之后呢，考取状元，做一个文臣，文臣武将。说练武啊太苦了，我不能让他练，我得让他学文。那这个挺有道理的，你练武也好啊，学杂技，学体育，一般家长你狠不下心来。所以说这学武学体育苦，念书就好一些，最起码你不用挨打，不用受骂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私塾里边念书也有挨打的啊，老师有这么一块这叫戒尺，孩子不听话了，背书不好好背，手伸出来啪啪啪打几下。但那个打呢都是象征性的啊，你想啊，教书的先生都是文弱之人，没有说原来是练体育的，后来教书去了哈，孩子不听话，烫一棍子，半拉脑袋歇没了就啊。总的来说吧，反正念书要比练武好得多，家长希望孩子以后在文学方面有出色的发展，做一个文臣，所以给儿子起名叫满文臣。嗯，打小不错，挺聪明，知书达理啊，七八岁的时候你说写个文章跟谁对个对联就算可以，嚯，哎呀，家里强着他怎么都好，没毛病，家大人看孩子就是这样啊，所有家长都是如此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我们也是见过很多家长，有的是找我们来说，这个您这儿说书说相声啊，我们这孩子啊跟您这儿学吧啊，这孩子太淘了啊，净惹祸，别的干不了，就剩说相声了啊。我们也挺生气，你这事闹的，合着公读学校不要了都送我这儿来了。天下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好，满家也是如此。但是这个好多事儿是人不能够自己安排的。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呢，父亲去世了，他到了也没瞧见，说我这儿子日后能如何如何，怎么怎么露脸，没等着。
去世了，娘俩过日子，这母亲呢岁数不大啊，25、26，有人说这好，这孩子怎么25、26的母亲，嗨，当初来说嘛，结婚也都早，14、5过了门，15生孩子有的是啊，不像现在是有婚姻法管着，而且来说这个啊，不到岁数不给领证，那个年头没有结婚证啊，觉得不错，两家下个龙凤帖，媒婆来一说，这就算成了。所以说这个母亲岁数不大，守了几年瞧不是事儿啊，这哪辈子熬到头啊，得了，干脆又找了一家人就嫁了。哎，就剩下这位满文臣满大少爷一个人在家。家里边在当地来说算是个大户人家，亲戚也很多，可有一节，亲戚多终归你不是人家本身本家的啊，你叔叔也好啊，表叔啊，大爷们反正也疼，想起来问一句，但你指着像你亲爹亲妈似的对你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么混了几年，考试也中了秀才，也中了举了，就算不错，但是再往后不好弄了啊，这个考状元来说，全国一块考，各处都有才子，都有高人，哪儿就容易轮着你考一状元。而且来说，我们有时候看电视剧，你看这什么唱戏，我这人中了状元了，他如何如何，身份很高，那不是啊，这个考状元只是说明你的学历状况，荆轲是我的状元，那么好，那么就是今年全国通考你是全国第一名，不代表你这就是官儿，状元不是官儿，可是这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。当年念书人没有别的出路，就指着科举。中国有科举是从隋朝，隋文帝杨坚是他发明的科举。在这之前呢，都是大臣们天下访贤。隋朝之前，这些官哪来的？都互相推荐。啊，有那官没事就冲去上民间呢，上老百姓堆里去问去啊，问完之后这回来跟皇上说，说我们这儿发现一个了不起的一高人，惊天伟地之才，安邦定国之志啊，这个人简直太了不起了，就这叫郭德纲啊，您请来吧。有这个意思。嗯，打隋朝之后开始是科举，每年3月份举子们就开始考试。北京城过去有句话叫丑沟开举子来，什么意思呢？每年3月份北京城挖地沟，北京这地沟啊是明朝修建的，你常年的如果不通它的话，那么很容易就堵上了，下水道一堵，老百姓没法活。所以说每年3月份一开春的时候，北京城是挖地沟的时候，全北京这地都得翻起来。哎呦嚯，走到街上你一闻，哪儿都活不了，腥骚恶臭，这会儿举子们雄赳赳气昂昂就来考试来了。那所以到今天留下这么句古话叫丑沟开举子来，考吧。满少爷也是来考，但是很遗憾考了这么2届都不是特别的成功。怎么呢？因为那个年头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朝里有人好做官，你朝了没人这事儿就难了。考了2回不是很如意，心里挺难过，尤其第二回考试来啊，你头一次没中了有情可原，第二次来之前呢跟家里说了，你们放心吧啊，叔叔大爷们你们都这么疼我，我一定给你们露脸，嗯，我这回去啊我好好的考啊，我一定要一个这个状元啊，状元不行我来个榜眼，榜眼不行第3名啊，我来这么一个榜眼这都行啊，我这个实在不行的话我来个第4名啊，第4名不第5名，咱都说完了吧，咬牙切齿发了誓了，到北京来没成功啊，一发榜单没他，这怎么办？无颜见江东父老，回家怎么交代？哎呀，心里挺难过，一看自己带了银子还不少，说干脆啊我先别回去了，我跟京城这儿找房先住下，慢慢的念书，慢慢的复习，下一科考考完中了回去呢有一个交代，想的挺好。但是这一住下发现了，哎呀，头一回考就不该回去，怎么呢？京城太好了，繁华之极，天子脚下是大不相同啊，3街6市，哎呦，我先别念书了啊，我先转一转吧，呵，
大街小巷这儿瞧瞧那儿看看，到最后前门附近啊，发现有这么几条胡同，一到晚上这个地方很热闹啊，到处都挂着大红灯笼。少爷挺纳闷，说这是什么什么高雅的地方啊，看看吧。进了一瞧，什么呀，秦楼楚馆风化场所，现在说这叫红灯区啊，可是当年这也是合法的。那妓院呢，是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管仲啊发明的这么一项企业。当时国库空虚怎么办呢，就找了好些个有志于干这些工作的同志们啊，在一起成立这么一个机构，纳重税，把这些税钱充国库，是他发明的，到后来哎就流传下来了。嗯，明清的时候很兴盛。哎呀，这一瞧把满少爷迷住了。哎呀，从小的时候在家里边啊，父亲管得也严格，而且这些年死读书读死书，他就没想到我这个外边还有这么一个很神奇的世界啊，往这一走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这一趟街两边都是，哎呀，高挑着红灯，门口站着很多的各色的女子，天姿国色，反正什么样都有啊，拿着手绢跟门口那抖了，往里边叫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很适合学习啊啊，嗯，挺高兴的。他可没来过，但这个玩意儿也不用教啊，一到门口了，人家那个伙计啊、茶壶啊、连老鸨的，快来吧，就等您了，让到屋里去啊，这儿住三天，那儿住两天，你这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。你要说他成为一个高尚的人，这难了啊，想当个流氓三分钟的事简单之极。流连往返，慢慢的身上这钱花的可就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说这怎么办呢啊，三年考一回状元，等到下届科考，我身上这点银子到不了那会儿，那怎么办，回家，回家我怎么说呀，叔叔大爷们哥们兄弟一问，说您这个北京科考怎么着，说不好，没考上啊，没考上你干嘛去了，我这不逛那个地儿去了吗，这也交代不下去呀，说怎么办呢，哎呀挺为难。跟前有这么几个熟人一说一扫听，有人说嗨不要紧的，你啊这样，我有一朋友啊在河南中牟县，他在那儿当知县，你不如上他那儿去，我给你写封信啊，你投奔他，你先给他当个师爷，你好文采呀，你上他那儿去给他帮忙啊，一天到晚的没事自个儿再念念书啊，再写点东西，两三年的光景你再进京考试都不耽误啊，跟那儿吃住不也挺好吗，这主意不赖，您受累吧。好嘞，人家拿起笔来给他写了封信，由打这儿出来赶奔河南中牟县。到中牟县这儿一扫听，说我找那知县王的人，县衙门在哪儿，哎呀，大伙一听说您来晚了啊，王知县昨天给杀了啊，嗯，贪赃枉法，这个草菅人命啊，给杀了。你要昨儿来还能瞧得见他，今儿都埋了。哦，那这我找的不是这人啊，我走吧。怎么呢？这要受了连累还活得了啊？哎呀，自己出来就琢磨这怎么办呢？我上哪儿去呢？而且来说，打京城出来到中牟县，身上钱又花了很多，干嘛去呢？我怎么办呢？想了又想，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我去啊陕西，想当初一块科考的时候有一朋友是陕西人啊，家住在汉中，跟我说了，说这个咱们这次啊大伙一块考试，这是交情非浅，我呢没考中，我就回去了，什么时候你愿意找我去玩自管去，我在家等着你，我们家也有钱啊，你去了之后咱们好好聊聊。对，我上他那儿去，我应这名儿去拜访一下他，到他那儿他们家有钱也不在乎这个啊，住些日子一块聊聊天什么的，走的时候呢跟他那儿借点盘缠钱就行了。嗯，好，由打中牟县出来赶奔陕西，一路无书，这一天到在了凤翔府，一瞧这天气可上来了啊，
乌云遮顶，是大雪纷飞。哎呦，天气这样，这可就不好走了。找一地儿先住店吧。一看前面不多远的地儿啊，有这么一个小店房。来到跟前往里边一走，伙计迎出来了：“客爷您来了。”“哎，我来了。”坐在这给沏了壶水，那个您吃点什么，喝点什么？别瞧我们这儿啊，地儿不大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啊，大的小的，什么叫香的甜的，您说得出来的，我们这儿都有。嚯，小小店家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！啊，哈，您瞧瞧。不是我们跟您吹，您就吃，您说吧，您想吃什么？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啊，我们这儿都有。哦，天上飞的，给我炒个云彩。这今儿闹天气，这没有。哦，还有什么？反正四条腿都有。嗯，炖个板凳。这您难为我们了啊！我也没说别的，您这是干嘛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大的小的香的甜的，是那个都有。哦，大的给我焖个骆驼，别切，要整的。没有这么大的锅。哦，您吃点小的啊，给我炸一个蚂蚁的心。哎，大爷您别开玩笑，我这没劲儿讨论您啊。您就说您想吃什么，这不结了吗？嗯，跟念书人耍嘴皮子有意思吗？是是，大爷，我这错了。哇，您看您想吃点什么吧？嗯，上等酒席一桌。哎，好嘞。这儿一传话说上等酒席一桌，一会儿功夫这一桌摆上来了。山中走兽，云中燕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干贝，鹿尾尖，烧黄二酒。那么说一个人吃得了吗？哪儿吃得了啊，一个人吃哈。一般来说你说弄两个菜啊，弄个汤，弄点饭，来壶酒就成了。他是因为啊享受惯了，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如此，吃不了糟践不叫事儿。吃吧，大排宴宴，自个儿坐这儿连吃带喝，三分之一都没吃了，剩下的全扔了。可是身上带的钱并不多，早晨一睁眼再一瞧，大雪都封了门了，这雪可太大了。哎呀，走不了了，还住这儿吧。接着再住，这一住住了四天。住四天不要紧，身上这银子花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自个儿一瞧坏了，钱没多少了，也埋怨自个儿。你瞧这事儿闹的，如果说我省了点花也不至于这样啊。原来想的挺好啊，一天花多少钱，几天啊就能到汉中见着我这个朋友，我就算齐了，有个接济了。可没想到入狱大雪把我堵在这儿了，这可怎么弄啊？这个坐屋里着急，可也走不了了。那会儿来说路上这么大的雪啊，想行路难了，坐着愁眉苦脸。又救活了两天，身上是分文无有。那怎么办呢？也得吃饭呢。可是也知道我要是再让人家给我炒了一大桌菜，我可结不了账啊，人家找要钱我拿什么给呀？想了又想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伙计还进来了：“客爷，上等酒席一桌吗？”“不不不不不，那个对身体不好。”“嗯。”“我您这就想开了。”“不是，那个我今天不饿啊，我这两天吃的不丁对啊，我要宽一宽肠胃，我不吃饭。”“啊啊，您看看，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哈，要吃的就多吃，要不吃就彻底不吃啊！你瞧，那得了，那您歇一天吧，歇一天吧。”“嗯，歇一天。”转过天来，伙计又来了：“怎么样？您这昨儿歇差不多了吧？这给您上等酒席。”“不不，还是不饿，还是不饿。”“嚯，好，您练出来了啊！哦，两天都不饿。”“哈哈，行，您歇着吧。”“能不饿吗？半夜里都睡不着觉。”“伙计，倒水。”白开水来了，咕咚咕咚咕咚。好，这一宿喝人家两挑水的哟啊。早晨起来，您看您今天不不不倒水倒水。我跟您说点事儿啊，大爷，您老不吃饭，老这么喝水可受不了。
哈，这两天四个人挑水供不上您一人喝的。不是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没事啊，我不要紧的，我就是不饿。哦，那您看您还什么是不饿？我哪知道去我啊，我再坚持看看吧。什么叫坚持看看呀？我说您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管我呢？倒水，快点。嗯，喝了三天水，第四天都起不来了，坐在炕边俩眼珠都快掉出来了，这人都脱了线了。你琢磨呀，老喝水谁受得了啊？哎呀，坐在这儿，伙计瞧不对劲儿啊。这个可爷啊，您说实话吧，您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没事儿啊，我说话都没底气了，我没事儿。好，您没事，我有事儿啊。您这些日子喝水我们就不管了，您不吃吧。可您这几天这店钱您可没交，住店得交店钱，吃饭得交饭钱。我没吃你饭，是我知道，您把水钱也得给了啊。你老这样受不了啊。是这个，我是念书人，念书人还能欠了你的钱吗？啊，念书人难道说白住店不给店钱吗？哎，反正您这样的我们也遇见过啊。您要是手里边方便，您先给我们几个本小粒薄，没有别的，全指着您这钱去买菜买米买面的啊。您方便您赏给我吧。啊，行，明天来吧，好吧，明天来我给你。哦，好嘞，明天，今天给您倒水，快点倒水。嗯，又喝一天水，转过天清晨起来，自个儿坐在这心说完了，我呀，我也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估计呀，我就得死在这儿，干脆我不活着。一伸手打腰里边，把腰带解出来了，叹了口气，想我满文臣，满腹的经纶，一肚子能耐，谁想到风雪阻在了此处，被困凤翔，身无分文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我死了吧，往上一搭，甩过来，底下系了一个扣啊，往这儿一坐，拿手一揽着脖套，往脖子一搭啊，跟这儿坐着，天下上吊没这样的。那人都是弄一凳子才好了啊，这套啊得短，还垫着脚把脖子伸在里边去，脚底下一踩，把这凳子踢开了，人就掉到半悬空，一会儿就完了。他是坐在这儿啊，而且这绳套很长啊，脖子跟这儿，这套在这儿呢，一弄淡在这儿，自个儿冷神儿啊。那现在重点说话吧，四十来分钟。哎呀，我怎么还不死呢？嗯，为什么还不死呢？嗯，这坐着门一开，伙计进来了，一抬头看着绳套，哎呦喂，吓坏了！这要死在这儿，一场人命官司！哎呦我，哎，拿眼一看他，他这套着套看人家了。你好，把伙计气的，您干嘛呢？上吊呢？您这样，您好，您这什么时候能死得了啊？我也纳闷啊，我这半天了也不难受啊。您快下来吧，您这别丢人了，别丢人了。过来给他解开了啊。大爷，您到底怎么回事？嗯，您这玩什么呢？我玩什么呢？我，哎呦，伙计，我活不了了。是啊，您老这么喝水，谁也活不了啊。你得吃饭呢。我是得吃饭啊，准备饭，给我预备上等酒席一桌。哎，这才对呢，上等酒席一桌。伙计往外走，他这后边喊，你给结账啊，先别坐。我就问清楚了，谁给钱呢？大爷，我没听着您那句话，谁给钱？你让喊的就你给钱呗，别来这套啊，谁吃谁给钱。哎呦，伙计，我是想吃，我这眼睛我没钱呢。您瞧瞧，您说实话了吧？啊，
您早告诉我，咱们早拆对主意。现如今这会儿您说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玩意儿欠了好几天的电饭钱，您说说您这一介书生，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的，怎么能还这钱呢？我问问吧，您有什么手艺？我会花钱。你还吊上吧，你还吊上吧啊啊，那叫手艺，那我还会呢。您除了这个呢，还会花别人的钱。你要死在这儿，我一点都不心疼。我跟你说啊，哎呀，大爷大爷，您这不坑了我们吗？您要说没钱早说话，住了这么些日子，掌柜的这要是问下来，我怎么交代？哎呀，得了，我也不能瞧你饿死这儿，我先给你弄点吃的吧。伙计好心眼儿，转身出去了。一会儿功夫，端上这么一大碗剩饭，不知谁剩的，连饭带菜搁了一块儿，热了一热，端过来，来吧，您这个。哎，念书人有身份的人，但是想当初孔圣人尚且困于陈蔡没有吃的，何况是你呢？是不是？你也别嫌是谁剩的了哈，反正热热乎乎先吃饱了吧。哎，这儿接过来，夸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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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甩给腮帮子，撩给后槽牙，把里边套间打开了，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，就跟到了土箱子里似的，嘁哩喀喳全都吃完了啊，吃完坐着饭愣，我就看看，哎，我也挺同情您的，我也知道，念书人君子不食嗟来之食，你们是有身份的人，哪能吃别人剩的呀？哎，我知道你心里啊不好受，你也别别扭啊，他不是别扭，还有吗？没了啊，这个，您这吃了好几个人剩的，这是啊。再想吃得等今天晚上了。得了，您呐吃饱了坐着歇会儿，好好的想一想这个电饭钱怎么还啊。我呢给您拖两天，但是咱可说好了，这个东西没有管一辈子的，掌柜的要是问起来我也担着责任啊。得嘞，您把碗给我们。拿着碗拿着筷子出去了。哎呀，满少爷坐在这儿眼泪哗哗的。哎，天哪，天，你说我一个念书人沦落至此，我这算哪一道？想当初在淮南，我们家那也是地方上了不起的大户，家里挺有钱。现如今我一而再再而三越来越没辙，被困在凤翔住的小店里边，这可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有家难奔有国难逃。我困在这儿了，我走我上哪儿去？嗯，我接着住在这儿我又没钱，这怎么办呢？想到这儿哗哗的流眼泪不是滋味。转过天来伙计来了，这脸都铁青的了。说这可爷咱们商点事儿吧。掌柜的把我骂了一顿啊，说无论如何您得给我们拿点钱出来，要不然的话扒了你身上的衣服你也得给钱。啊，我这医生你们都要，是您实在是没有别的可要的了啊，就剩您身上这件衣服了，把衣服给我们您走。哎呀，我这个出去我这外边冷是冷啊，哈，那您说怎么办？我一点辙也没有啊。哎呦喂，这不要了我的命了吗？满文臣是哇哇大哭，耳边厢听着有人喊了一声，这是谁哭呢？
金谷奇观接演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个满文臣呢、被困在凤翔，那可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身无分文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走是走不了了，欠人家这么些个钱，坐在这儿净剩掉眼泪了。伙计说，您哭不管用啊，是不是？您得想辙还账。这我没辙呀，要有辙我何至于这样啊？我是堂堂一介斯文念书之人，我不会赖你这账的啊！日后你等我好了，我再给你送来。伙计说，您说这个有道理，曾经也有人这么提过啊。这个我们住在这儿没钱了，日后好了呢给你送来。这不吗，那个人是50年前说的，到现在还没送来呢。啊，不信不是，你给我记上点账，我们这儿连账本都没有，那你买一个像话吗？啊，没辙，扒了你的衣服啊，拿你的衣服顶饭去。哎呀，我这衣服它也不值这么些钱呢，值不值的搁一边，最起码掌柜的那儿我们得有一个交代。俩人这儿嚼这个事儿，最后没辙了，挤兑这位满大爷哇哇的就哭上了。你这怎么弄啊，这个老天爷嘿啊，我活不了了，跟这哭。耳边厢就听着好像是旁边那个屋有人喊了一声，这谁哭呢？这是问我吗？我就说，好，你这心真宽啊，可不就问你呗，你哭呗。我这是谁呀？你等会儿我瞧瞧吧。伙计迈步出来了，往外一走，旁边这屋出了一个人，这个年纪在40多岁，不到50啊，一个老头。这张脸呐紫微微的，而且来说一看就是经常喝酒啊，脸蛋红扑扑的，胡子呢不太长，跟小钢针似的络腮胡子啊，穿着一件皮袄，头上戴着一顶风帽，重眉毛大眼睛，看着这个人呢就很厚道的样子啊。这一出来，伙计，哟，客爷，您叫我。这谁呀？跟着又哭又嚎的。哎，不知道，有一念书人没辙了，困在店房，身上也没钱，交不了店饭钱。我这跟他说，他哭了。哎，你们这人也是啊，念书人又不是为非作歹之人，欠能欠多少，真是的。哎呀，你去给他准备点吃的，准备点喝的啊，烫两壶酒给他送去，他愿意住几天住几天，走的时候多少钱都是我结。呦喂，呵，老爷子，您是救命的活菩萨呀！啊，我跟他说去，啊，去，没事没事啊，我这儿有事先出去啊，我办事去。这人出大门就走了，伙计转身回来，我给您道喜啊，我怎么了我又？哎，碰见贵人了，啊，有人替你结电饭账，吃多少花多少，包括电钱。人家都给你结，岂不是个好事吗？哎呀，我这位在哪儿了？我去见见他。人家出去了，啊，等回来再说呗。哎，好，好，那就说，我跟这儿不用再花钱了，啊，不用花钱了。好，小二，嚯，我当时这脾气就上来了啊，喊小二了，什么事儿？上等酒席一桌。真行啊，花别人钱不心疼是吧？你管呢？哎，好，你等着我呢。转身出去了，告诉后厨，上等酒席一桌，嚯，煎炒喷炸焖溜熬炖，一会儿的功夫一大桌摆上，呵，往这儿一坐，滋儿搂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吃了一个勾满豪瓶。吃饱了啊，吃饱了感觉就发困，睡觉吧。躺下了，这一觉
就睡到晚上7点左右，这儿坐下来了。小二，滚了进来。小二这气不是你上吊那会儿了是吧？怎么着，客爷？上等酒席一桌。哎，人家的钱您也省点花，你管我呢？我们有交情。哎，好好好，一会儿功夫菜又得了，这儿连吃带喝，撤去了残席，沏上香茶往这一坐。我说小二啊，怎么您呢？给我结账的这位是谁呀？哼，您问这干嘛呀？你认识人家？你瞧瞧，我得谢谢他呀。嗯，这位啊，打上午就出去了，现在天都黑了，他可没回来。咱可说好了，他要是回来了，是他结账；他要是不回来，你还得想想辙。哎呦，大哥，这我这个人可是好开玩笑。伙计板着脸，我跟你斗啊。嗯，不是，他人家跟你说了，你不是答应说管饭吗？是我们说管饭，好，你这通吃啊，你这过好几年了，你都啊，不是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那我哪管得了啊？啊，人家说出去，我拦得住人家吗？人家又不欠我们钱，是不是？啊，您等着吧。哎，我上门口等着去吧。不成，好，你要跑怎么办呢？你就跟屋待着吧。啊，什么时候人家这位回来了，我支应你一声，你去跟人道个歉啊，谢谢人家。哎哎哎哎哎，好，我等着，我等着。哎，我等着，坐着等着吧。啊，这一宿，这位也没回来。天亮，小二进来了。我说客爷，天可亮了，人家这位没回来。您是上等酒席一桌呀，还是白开水啊？啊，我按昨儿那意思，您这样还能抗两天。啊，今天明天喝水也能对付。不，这我不能老喝水啊，我喝的我这肺叶子都飘起来了啊。昨天好容易吃两顿饱饭，这个那位那大爷回来了吗？没回来呢。哎呦，这不急死我吗？小二也跺脚，我比你还急呢。啊，人家不回来我们怎么办？是，别着急别着急，咱们这盼着吧盼着吧，一会儿就该回来了。赶等到了中午啊，有打外边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，这位回来了啊，脸蛋红扑扑的，说话嘴里边带着酒气，那、啊、看来是外边有应酬。这一进门，小二，哎呦，我老爷子，您可回来了。好，您不回来两条人命。怎么两条人命啊？那屋里死一个，我也得死了哈、啊。哎，您回来了，快来来来，让到屋里，这儿沏上茶。昨儿您没回来啊，有一朋友，看朋友去，非留着那儿啊喝酒吃饭啊，一耽误了，雪也大，我就没来。今儿差不多没什么事，我也该家走了啊。这些日子朋友家不结婚忙活吗？啊，没事了。哎，我说的那时候怎么样了？是照您吩咐的哈、啊，昨儿给了两桌上等酒席。还是您破费吧。哎，这不叫事不叫事。人家回屋了，这赶紧奔这屋。大家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啊，起来吧。怎么意思？人家来了，您得赶紧去。哎呀，我得好好见一见，见见我这救命的恩人。一前一后打屋里出来，来到人家这儿，一瞧这主坐在这儿跟前啊，有一碗香茶，拿着盖儿正闭着茶叶呢，扬脸儿，他打外边进来了。啊，这位老丈，我听着店家说您替我垫办的饭钱和店钱，萍水相逢怎好打扰，晚生这厢有礼。啊，你看这说话呀挺会说，终归是念书人，文质彬彬的。这两句话一说，这老头瞧瞧他，哈哈哈哈，坐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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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小二给沏水。哎哎哎哎，一会儿功夫沏水，把茶放在这儿啊，俩人这一坐。哦，这就是您呐，昨儿跟那屋哭啊，这个惭愧啊，惭愧，我也是被困在这儿，没有辙。昨天人家把我这衣裳抵饭钱，我也是没辙了啊，心里一时着急，我这
哭了，您别笑话我，哎，哈哈哈哈，人生在世难免有个马高凳短的，这都背不住。你多有钱的人，他有个一时不变的，是不是？这不叫事儿。我跟他们说了，走遍天下，到处都有好人，花几个钱算什么呢？没事儿啊。我还告诉你，跟这如果说多住些日子啊，少住些日子，任凭于你。完事儿，差多少钱，都是我给。哎呦，我怎么谢您？嗨，这说这个就远了，是不是？还没问呢。正格的小伙子姓什么叫什么，是哪儿的人呢？啊，我姓满，我叫满文臣，乃是淮南人，进京赶考，怎奈仕途不顺，也没办法，几经辗转流落在凤翔这儿。哦，是念书人赶考呢。嗨，没事，哪有一去就考中呢，对不对？天底下人多都去考，哪有这么些个状元，是不是啊？这科没中下科再说，不要紧的啊。你看你这小子啊，文质彬彬的，也会说话，一说话就我们是个粗人啊，听你说话我都羡慕。小的时候没念书，没念书看见你这样的打心里就高兴啊，下课就中了，下课就中了。我接您的吉言啊，还没请教老丈贵姓呢。嗨，我姓焦，名字啊就是这个河南有焦作那个焦，那这是我的姓氏，都管我叫焦老丈啊，你随便喊喊老焦这都成。哟，那不敢啊。老丈，从见一礼，我再一次谢谢您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客气，这个念书的人他就是不一样，我们这个老粗比不了你。哈哈哈哈，坐下吧。聊了会儿天，赶等到下午四五点钟，人家这位焦老丈吩咐人来呀，准备下上等的酒席。伙计痛快了，好，上等酒席一桌，这回是人家自己花钱。一会儿功夫，酒菜齐备，爷儿俩是对坐而饮。这一聊天，嚯，老头爱听他说话。怎么呢？他是粗人，但是啊，喜欢这个念书人，尤其是小满，一肚子知识，就这一说啊，什么天文地理、一卜星象、过去未来、历史地理、化学物理、英语啊，呼哧一说，老头给说住了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么大能的这个人，嗯，聊天吧。酒至半酣，说问这个小满，你有什么打算？说我没有什么打算，我也没想到今年冬天是这么凉，而且雪势如此之大。哎呀，我原来是打算呢去汉中，但现在看还有几天就是除夕了，我恐怕只能在殿中孤孤单单一个人是度过新春了，我一人跟这儿过年了。老头点了点头，哎呀，孩儿啊孩儿啊，你是挺可怜的。那你是一个人孤身一个人在外边过年，跟家里人不能团聚，这个滋味可是不好受。哎哎，我有这么句话，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我要说出来不对了，你可别恼我。哎呀，您跟我还这么客气，您说什么事儿吧。嗯，我离着住着四十来里地儿，不远。家里面倒是挺清静，房子也宽敞，也没外人。我跟闺女啊，两口人过日子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你上我那儿去吧。住的店里边终归不是事儿，咱们家里边丫鬟呢、家丁啊，还有这么三两个干活的人，有人伺候你呢，过了年啊，最起码把年三十、大年初一跟我那儿过了。我是不拿你当外人啊，你也别跟我们见外。你这独落异乡为异客，这个不是事儿。过完年之后您有什么高就，或是看朋友，或是干嘛走，我也不拦着你，咱们交个朋友，咱们是忘年交。哎呀，老丈，我谢谢您吧，难得您不拿我当外人，我谢谢您。站起来是一躬到地。老头挺痛快，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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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不必这样。转过天来，把店小二叫过来，算完了所有的电饭账，
弄清楚了，带着他由打店房出来，奔家里走。这位焦大爷呢，在地方上来说呢，是一个出了名的好人，人挺厚道。那年轻的时候呢，也喜好练武，没事的时候还经什么进山打个猎什么的，好锻炼，身体不错。膝下无儿，只有一个姑娘。哎呦，拿这个姑娘啊，当成了珍珠宝贝一般。这完事往家走，是归心似箭。一路上两个人聊着天儿，有半天的功夫就到了。来到这一瞧呢，嚯，这家挺棒，一大院子啊，正房五间，东西厢房，东西配房，有个小跨院，挺好。来到门口，家里边有干活的人啊，赶紧接过来了。哎呦呦，你把东西给我吧。好，您走了好几天，可不是吗？往里边走，有人递过胆子来，先把身上的土啊都抽了一抽，拿手一拉，小满来，跟我进屋。来到这儿一进屋，正当中这间是客厅，屋里边是丈八的条案，两边摆着太师的椅子。虽然说不算豪富人家，但是也算得起是个中等偏上。做好了之后，有小丫鬟献过茶来，就听见屏风后边是环佩叮当。小满站起来了，我这方便吗？有贵宝卷来了，我是不是需要回避一下？就是您家有女的来了，我躲开吧。老头乐了，坐下坐下坐下，没外人，就是我闺女。儿啊，为父回来了。说一声为父回来了，有打屏风后面出来一个姑娘，年纪在十七八岁，长得是非常的漂亮啊。说长什么样呢，这不好形容啊，我们就说这个人长得呀有一想之美。什么叫一想之美啊？每个人心中啊，说这对这美女的这个要求不一样。你就闭上眼睛想，你觉得女人长什么样好看，这个姑娘就长什么样，所以这叫一想之美。扭打后边出来之后，瞧见自己的爹了，特别的高兴，飘飘万福，爹您回来了啊，我回来了，哈哈哈哈。哎呀，我闺女啊，越来越水灵了，坐着坐着坐着，爸爸好好看看你。小丫鬟端过一把椅子来，姑娘坐下，拿眼睛一瞟，发现了父亲旁边还坐着一个男的呢，赶紧把头低下了。封建社会嘛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，说家里来人了，老这么看着不礼貌啊，所以赶紧把头低下了。但是无意中一瞥，跟小满两个人是四目相对，小满一吃惊，暗地里一挑大拇哥，绝色佳人，长得真漂亮。哎呀，这怎么这么好看呢，这是心里边一阵的感慨。你说是我独落异乡多不容易，如果说我要是能跟这个女子，我们俩接个连理，成个小两口，有一地儿吃住不用花钱，这比当状元都好得多。想到这儿呢，又多看了姑娘一眼。他这个看的时候呢，偷着一撩着眼皮，姑娘也正偷看他，四目相对，姑娘心噔噔直跳。嗨，这叫什么事儿？我瞧着人看见了，哎呀，这事闹的有点不好意思。可姑娘心里也想，哟，这小小子挺精神的啊，岁数也不大，穿着打扮呢，虽说破旧了一点，但是是个念书的人，看着脸上一脸书卷之气啊。那个年头所谓说的书卷之气，其实就是气质。他老念书，他站在这儿自然而然的就温文尔雅啊。他跟那杀猪的站一块，你就看得出来不一样啊。那个老看看谁脖子怎么下刀什么的啊，风格就不一样，心里不由自主的就有了几分好意。老头是没往心里去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我闺女啊，这是我闺女啊，她叫文姬。哪两个字呢？咱们知道曹操那个蔡文姬就是那两个字啊，我闺女叫文姬，这是满秀才啊，满文臣。这不嘛，我在这个小旅店里边遇见他了啊，孩子也没辙了，流落异乡挺可怜的，我给把账结了，我给带回家来，一块儿过个年啊，都别拘束别拘束啊，哈哈哈哈。这赶紧站起来了，哎呦，哎，小姐
我这是萍水相逢，多蒙老张对我厚爱有加，我上家添麻烦来了，多原谅吧，我这是很冒失。哎呦，您客气了，寒暄了这么一两句，啊，当天晚上呢，家里边又大排宴宴，吃着喝着，没有两天就到除夕了，人家家里边挺热闹啊，亲戚朋友们啊，哎，串个门啊，过年呢一起守岁。眼瞅着过完年已经到了初四初五了，这位满爷把去汉中这事儿就扔到脑袋后边去了。一个是在这儿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用管，衣服脏了有人给洗，饭熟了有人喊，想吃什么一说这儿就算得。而且来说他心里老琢磨着，哎呀，文姬姑娘这简直是太漂亮了，嗯，我要是走了打这儿走，我出去一忙活去啊，打这儿奔那儿一折腾，十年八年也未必再回来这儿，到那会儿就瞧不见了，哎呀，我得跟他多待些日子，如果说找个机会能够套个近乎岂不是很好吗？他心里老琢磨这个，所以就把出去谋差事的事儿就全都忘在九霄云外。没事呢啊，有时候老头不在家，他跟这个丫鬟们呢跟小姐聊聊天啊，这儿一说个笑话啊，讲个故事啊。您想啊，此处很偏僻，这个地方又在村子里边，丫鬟什么的呢眼界并不是多宽广，很多事情不知道，嗯，一听他这么一说，嚯，那了不得了啊，哎呀，跟讲新闻似的，他这一说京城里边什么什么样，做买的做卖的怎么怎么着，有什么奇闻异事，好，就这一说，姑娘也爱听，丫鬟也爱听，家里这些闲人们没事就坐这儿听他这书，哎呦，这么一通穷白话，确实是有文采有口才，姑娘也觉着，哎呀，这个人确实是挺可爱。为什么呢？在村子里所接触的这些人呢，还真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他这个水平，不由自主的对他也有一丝好感。有的时候老头在家呢，大伙还不好意思啊，他自个儿呢也坐边上弄本书看。老头一出去那算行了，都来都来啊，来咱们讲故事聊闲天。开始的时候是大伙一块聊，嗯，一块讲故事，到后来再说呢，就是跟小姐跟贴身的这俩丫鬟一块聊聊天，再到后来再讲故事聊闲天，就是跟小姐啊，这不带旁人，嗯，有时候一说说这个下面讲这个故事啊不适合你们小孩们听啊，这个俩丫鬟去干活去吧，去吧洗衣裳去吧，俩丫鬟不乐意，这哪儿的事儿去，不适合我们听，适合小姐听啊，我这也没法弄，你是人家家里的奴啊，去吧，都轰出去了，就跟小姐两个人是对面侃侃而谈啊，人这个感情是需要后天培养的啊，尤其是在这么一个特定的环境下也没人打扰啊，姑娘是情窦初开，跟她不一样，小满那是北京城里边培训出来的，前书咱们讲过了哈，热闹地儿风化场所他都去过，跟这儿待了好些日子，光交学费就交了多少了，他知道怎么跟女孩聊天，用什么话能打动人的心，而且这个说话有尺寸啊，一步一步的这么聊，哎呀，姑娘哪见过这个去，打小父亲把着手也没离开家门，哪儿都没去过，嚯，这瞧见他看见外星人似的，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问，一说一聊，哎呀，这个人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嗯，这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啊，越看越高兴，不由自主的就喜欢上了他，一而再再而三，天长日久，这个年纪这个岁数是难免干柴烈火，是要出事儿的，终于有这么一天，小满一琢磨呀，嗯，时机非常的成熟，我跟小姐这个感情也是越来越好，现如今你说让我走，那有一个现成的状元让我拿，我都不愿意去拿了，我在此处简直是我的安乐乡，家里边老头出去了，好多人都不在，打发丫鬟们去干别的，跟小姐这儿对坐聊天，桌子这儿点着一炉香，两个人面前一人这么一杯清茶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开始的时候还聊一些闲玩，说着说着小满不说话了，姑娘纳闷儿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，唉，我这心里边堵着东西
要堵着什么东西了？哎，想我一介书生流落凤翔，功名不成，实在是惭愧无地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性欲老丈，古道热肠，把我带了你们家中，又得遇小姐，我认为你就是倾国倾城，人间难得见着你这样的。所以这两天我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每天睡觉的时候我经常梦见你。姑娘脸红了，那个年头封建社会啊，一个小子跟姑娘说我做梦梦见你了，那就觉得害臊了，你不像现在是吧，俩二年级的走马路这就揽着搂着走也没事。当年不行，姑娘脸就红了，要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想，说了这么八个字，说你白天想的什么呀，晚上做梦的时候你可能就表现出来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不错，是啊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想。可是我想问一下姑娘，却为何我魂里边梦里边可怎么都是你呢？哎，我这怎么老琢磨你，这不废话吗？你要不琢磨人你早走了。哎，我怎么老想着你？可这个处于恋爱中的人呢，他琢磨不透这些了。哎呦，姑娘这心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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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一劲儿的跳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啊，这个我这个说不出话来了，小满乐了。哈哈，姑娘，我与你可以称得起是一段化外姻缘。你想一想，我祖籍淮南，你身在凤翔，若不是老天爷有意，怎叫你我在此处相逢呢？我住的淮南，你们家陕西凤翔，离着这么老远，要不是老天爷安排的，我怎么能跟你到一块儿呢？话听得很有道理。姑娘点点头，是啊，是您说的是有道理，不过我们家家规甚严，倘为我父之小，此事恐怕不好说，我爸爸管得严啊。哦，小姐，小生仰慕得紧啊，我意欲与卿成其连理，但不知怎么办呢？啊，就是我要是喜欢你，我打算跟你在一块儿，这怎么办呢？姑娘脸红的都不行了，跟枣似的。哎呀，你想这么大一姑娘啊，从来没接触过这来一人坐一对面说这，我这得跟我爸爸商量这事儿。哎呀，跟令尊商量是应该的，但是小姐啊，救命可是你。姑娘没明白，不，您说这什么意思？哎，小姐，我与你三生得配，今生今世倘若与你不能成为连理，我妄为人子，我这辈子白活了，我就必须跟你是两口子啊，要不然我就不活了。姑娘一听，这不是您说这个，半天没说上话了，说什么呀？大姑娘哪经过这个呀？愣了半天，哎，公子，你这个是，哎呀，姑娘哎，话到如今不必再说别的了，没有别的，我求您一件事儿，小姐您呐，救命！
金谷奇观接演前文，上文书咱们说到满文臣和这个焦文姬对坐聊天，说着话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，把姑娘说的脸都红了。未出闺阁的一个幼女哪见过这个呀，三说五说姑娘傻了。小满往前跟身进步，一伸手砰把姑娘就搂抱在怀。原文上说是春风一度，打这儿起只要是家里没人，两人就偷偷摸摸往一块凑合。后来丫鬟知道了，但是丫鬟一般来说跟小姐是一个心的啊，也不敢对外去说，合着家里边呢瞒着这个老头。但是雪里边是埋不住死孩子的，天长日久难免有疏忽的时候。半个来月有这么一天，老头出去有事儿，一天没回来，赶等回来之后换了衣裳喝口水，一回头哎，说这谁小满哪儿去了，有人说没看见，老头还挺想的，说聊会儿天吧，站起来转屏风往后堂这儿走，来到他住的这客房这儿啊，一推这个门一看，小满一个人跟那睡觉呢，合衣而卧，而且往近前一闻呐，酒气熏天，啊、哦，这孩子喝了酒了。要往外走啊，人一走路啊是带起一阵风来，尤其他是练武之人，往外一走，脚底下一急，带起一阵风到门口，反手要关着门，啊，突然间觉得不对劲儿。小满是合衣而卧，没脱衣服睡觉，但是这衣服大襟撩起一点来，里边露出一件红颜色的衣服来。老头一愣啊，心说一小子怎么还穿红衣裳呢，再一瞧不对，这衣服上那花我瞧着眼熟，这个是我闺女的衣服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，走了近前瞪着外边衣裳就这么一撩，一看里边这件，老头浑身血都凉了，这是我闺女的衣服，怎么上他这儿来了，难道说我出门不在家，两个人想在这儿不敢想了。哎，我说哎哎，你醒醒你醒醒，这一喊他，小满一睁眼啊，哟，您回来了。老头没说话，这眼睛直勾勾的往下看，他自己这才一低头，哟，这脸都白了。这衣服啊，今儿冷，冷我找小姐，我这小姐给我这么一件衣裳。你跟谁喝的酒？我外头喝的酒。哈哈哈！老头转身出去了，小满坐着傻了，坏了。破了案了，这怎么办，这个也不敢说话了。老头出去往外屋这一坐，手直哆嗦，哎呀，心说千万可别有事儿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都很难讲。首先说小满，你要是真这样你可不应该，我把你救回来了啊，你也不用说报答我，什么都不用说，你说你在我们家住着，你跟我闺女如何如何，说不过去了，扭回头来又恨自己的姑娘。哎呦，孩儿孩儿，从小把你摆楞大了，实指望找一好人家嫁了啊，我见天就这么盯着你，我真怕有个一差二错，有个闪失啊。嗯，看了这么些年，我往家带一个，哎呀，把老头恨的正运气呢。小丫鬟打外边进来，新沏的茶，老爷子您喝茶。一伸手把丫鬟的胳膊吊住了，别走啊，老爷怎么了，我问你点事啊，您说。满公子酒气熏天，我跟谁喝的，哎啊，我不，你给我说实话，你没在家啊，是我没在家，他怎么外边吧，外边
他跟这跟谁都不认识，他外边跟谁，这是邻居对门王大妈，啪，你自己信吧，这不信。说说跟小姐一块儿喝呗。他身上穿那衣服怎么回事，这酒都喝了，衣服送的吧，为什么送的，去那谁知道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您别吓唬我，我真不知道。好，你真不知道，行了，你等着我啊，我去拿刀去，我宰了你。哎呦我天，哎您别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小丫头啊胆小啊，扑通跪在这儿了，一五一十把事儿全都说了，老头坐在这儿净剩哆嗦了。嗨，这你说这玩意儿怨谁啊，首先说就得怨自己，我怎么这么糊涂呢，我就没想到他那个年纪他那个岁数这在一块儿是容易出事儿的呀。可是闺女你也不对呀， 咱们虽然说不是名门之女换门之后，但是最起码这伦理道德是应该明白的啊，爹不在家你行此苟且之事，你哎呀老头死的心都有，这把你小姐叫来。哎，丫鬟出去了，小姐你怎么的了，我没事儿，没事你这样说话，一会儿你也这样，怎么回事，破了案了，老爷回来这急了，你快去吧，什么事你快来吧。来到正厅这儿，姑娘往里一走，这是个好孩子，从来也没跟爸爸见过嘴，老头说什么是什么，往里一来一瞧，老头这脸煞白，手跟着直哆嗦，姑娘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坏了，走了跟前轻踢罗裙，哭通跪倒，还没说话呢，眼泪下来了，爹，哎，老头是一肚子火呢，来了我就大嘴巴抽你，我这一脚我给你踢出去，我拿棍子扔你，人就是这个，人有见面之情，又何况这是亲妇女，爱如掌上的明珠啊。看着闺女，老头眼圈红了，你是要我命来的呀，起来坐那儿，哎坐这儿了，一回头看小丫鬟，都是你，啪，哎呦这有我什么事，这里头给点火没地儿撒，出去，把丫鬟推出去，把门关上。儿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你跟那小满怎么着？爹啊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您，我也是，我一时糊涂，但是我们两个人特别说得来，我也想一个穷秀才这么可怜，你说说，不管他吧也不是事儿，而且来说我跟他挺投脾气的，他也说了他非我不娶，我说了非他不嫁，爹呀，您别生气，您成全我们吧。哎，孩儿啊，说点什么好，你是我呀娇生惯养长大的人，我多希望啊日后你能够体体面面风风光光找一好人家嫁出去，你说哎，也怨爸爸我也是热心肠啊，我往家里边得了，事已至此，这玩意儿你是愿意嫁的，我愿意，人家愿意娶你吗，他说他愿意，他家有媳妇吗，没有啊，我问了他说没有，我问问他去，老头站起来出去了，转过屏风往后堂走，来到客房这儿，把门一推，一看小满坐在那儿，净剩哆嗦了，歇了虎子吃烟的油子，这通抖了啊！少爷，岳父，哎，大爷，哎呦，你说的我这，坐下。你是真行啊，
咱可说好了，我打救你那天，我没指望你能报答我，可你也得对得起我呀，啊？你跟我说实话，我闺女他们可都说了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那能假得了吗？我这个老丈，我对不起您，咕噔跪下了，我错了，我有罪，我不对，我忏悔，我错了。行了，你也甭说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就问你，家中可曾娶妻？啊，没有，就是我一人。您想，我一人住店还喝水呢，我哪有钱娶媳妇？今天你跟我姑娘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下一步打算如何？我娶她。嗯，咱可说好了，你是念书人，你不可能一辈子都在我的村子里边，日后你还要进京赶考，倘若有一天金榜得中，你做了官了，你心中还记得凤翔府有这么一家人家吗？哎呀，老张啊，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莫齿难忘，今生今世我报答不过来，您哪能说这个话呢？啊，我跟您说，我对天发誓，倘若说我有负文姬的话，那么我不得好死。起来吧，要的就是你这句话，把他拽起来，来在了前厅。啊，瞧瞧小满，瞧瞧闺女，俩人是面带羞涩。老头叹了口气，嗨，这是我上辈子做的孽。行了行了，事已至此，说别的也没用。你们两个人一个愿娶一个愿嫁，既然如此的话，那我就给你们操持着把这婚事办了吧。俩人哭通就跪下了，哎呦，这谢谢您。行了，起来吧，这赶紧张罗着准备一切应用之物啊，该买的该订的啊，姑娘的衣服，洞房里应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。过了些日子，摘了一个吉日良辰给两个人完婚。村里人也都挺高兴，嚯，你瞧瞧，还得说人家叫大爷，哈哈啊，外边捡一姑爷来，和小伙子知书达理，会说话啊，现如今人家家里边挺好的一家人，好好过日子不错。但唯独老头的心里边有时一想起来，老觉着有点懊恼，可是再一瞧人家小两口过得不赖，心里也就踏实多了。过了一年，又到了这个科考的时候了，提前这么一个来月，小两口就商量这个事情。哎呀，说这个马上啊，咱们就要科考了，我得进京，但是我又舍不下你啊，所以说这两天我的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姑娘是个明事儿的人，嗨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你说该去就去啊，你要是因为这个耽误了，你还得怨我啊，你就去吧，没事儿。哎，这跟老头一说，说我准备进京赶考，老头说你去吧，不过咱们还是那句话，考中了可别忘了我姑娘，你可以不疼我媳妇儿，你得管。哎呦，小满哗哗流眼泪啊，我说您放心，我不是那个人，我得好好的啊，我这个清晨得中，夜晚休书啊，您放心吧。这给他准备一切应用之物，带着人赶奔京城。哎，您还别说，到那这一考一发榜，头名的状元，呵，大伙都来道喜，了不得了，说这可谁呀？ 啊满文臣，说这个淮南人士啊，前面曾经考过没考中，但是这回不错，人家是头名的状元，呵，大伙都高兴。这归着完了，他得等这个实缺，就等选官，因为这个状元他不是官，他只是你学历的证明啊。有时你看电视剧，嚯，这人已经新科状元了啊，执掌生杀大权，尚方宝剑，那都编剧们瞎编的，没有，只是说今年高考你第一名，你这个不是实际的身份，必须得等着吏部啊有这个官
这一派说哪哪哪儿那死一知府，什么什么地儿啊那儿短一支线啊，这儿一安排得了，你上这儿你上那儿，得等着这个选官。可这个时间有的两年，有的三年，有的有人花钱可能快一些，也有的这一辈子没选上也是有的。这考上了弄得不错，赶快带人又回来了。这一回来老头心里踏实了，不错，早就听人说了，今年的新科状元不是旁人，是我的女婿，挺好啊。而且来说他能这么快回来，说明他有心啊。你看看他并没有流连忘返在外边花天酒地，知道家里还有媳妇呢，这不就回来了吗？挺高兴。嚯，整个凤翔全都轰动了。听说吗，状元是咱们这儿的女婿呀、啊、嚯，从上到下这些人都上这儿来道喜来，屋里院外到处都是人。最高兴的就是文姬姑娘，怎么呢？不错，丈夫挺好，挺疼人的，而且人有人才，文也文才，此番前去得中了状元，马上就回来了，说明他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，我这一辈子终身有靠。心里想的挺高兴。这一折腾又是三四个月的光景，没多久上司公文到了，说得让他急速的进京，说你赶紧啊来趟北京，干嘛呢？吏部选差官，就到这个安排你上哪儿上任的时候了。这可是天大的喜事，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么快的机遇啊，有的等了三五年都有，说你这马上就去还得快。接到消息心里很高兴，但是又发愁。为什么呢？过去来说选官呢、啊、基本上就是买官，那么说不是皇上派的吗？对，皇上是派了，但是私下里这花钱是躲不了的，你想上好地方去那得拿钱呐。两个县它差的就不一般，都愿意选好地方选肥差，可是有一节，选肥差你就得花钱。吃完了晚饭往这一坐，低头无语，媳妇儿看看呢，你怎么了？有烦心事儿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没有烦心事。不对呀、啊，吃完饭你就不说话了，你怎么的了？你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商量。哎，上司公文到来，让我前去啊，选差官。可有一节。我哪儿拿得出这么多钱来？我也问过了，怎么着也得带个纹银5000两，少了不管用啊！从上到下，大小的衙门，这些个司官都得花钱运动。如果说这个钱花到了，选一个肥缺，这个钱也能回来，日子过得也好。如果说钱花不到，上司衙门要是怒恼了，哎，慢说做官恐怕呀三五年之内人家都不拿正眼看。但有一节，气呀，我是真拿不出钱来，这怎么办呢？哦，是你说的有道理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是应该。嗯，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啊，嗯，最多3天，我就能给你想出办法来。啊，3天就能想出办法来？这可是5000两银子呢。嗯，你甭管了啊，我琢磨琢磨吧。啊，你看会儿书吧。姑娘转身出来了。站在院里琢磨这怎么办呢？5000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，
可是你说真因为这些个运度费耽误了丈夫的前程吗？想了又想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跟自己的爹商量这个事儿。来到这屋，老头还没睡呢，跟这坐着喝茶呢。爹，您没睡觉呢？哦，闺女，我没有，不困。坐着。哎，啊，这两天您又累坏了吧？我累什么呀？我姑爷中了状元了，这是好事儿，我哪能累？每天你别看来这么些人，贺喜的人呐，这些个人，我陪他们喝酒，陪他们聊天，我露脸。咱们家这就算出人头地了，孩子啊！哎呀，当初我还埋怨自己，你说是我一时之错，往家还领个祸根来。你看现在看，我这还对了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还得说是我姑娘慧眼识人呢、啊。嗯，哎呀，你怎么就知道她日后是个状元呢？高兴。哎。孩子，你有事儿啊？怎么呢？说了半天话，老头自个儿乐，姑娘那儿啊，他不对，这不符合正常的说话的方式。这俩人都在这儿，您挺好的是吧？啊，我挺好的啊，有功夫上家去，哎，不去了，这才合适呢。您挺好的啊，好，有功夫上家去啊，准有事儿。姑娘说话就是应付，老头一瞧，怎么了，孩儿啊？有什么事儿说说吧。也没什么大事儿，爹啊，咱们现在能拿得出5000两银子吗？啊，5000两银子？哎呦，闺女，这可要短了。干嘛用啊？哎，刚才我跟您姑爷聊天嘛，他得进京啊，运动他得差事去。上上下下大小的衙门这些个司官都运农到了，得5000两银子。有这银子是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要是没有的话，可就耽误他这个头名的状元。哎，5000两。孩儿啊，咱们家原来倒是有点，可有一节也没有这么些了，而且这么些年来吧，你说说，我也什么都没干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家里边有点坐吃山空，是不是？我还挺高兴，说这回姑爷当了官了，咱们家慢慢这就算行了。这回你要说5000两，那就只剩下卖房了，啊，家里的钱拿出来，把房子再卖了。看看要是再凑点什么，兴许能成啊。不过闺女，我听你的，你要说愿意的话，那咱们就找人哈。爹，按说这个老宅子是不能卖是吧，可现如今您说挤着到这个程度，不卖也没辙。不过呢，也有好处，这个银子拿出来，您姑爷做了官之后，咱们也就不在家住着，咱就一块儿啊，都跟他上任去了。到了那个地儿，岂不是就有好房子住了吗？啊，做几任官，嗯，再买大房子也不成问题。哦，行，我没事。儿啊，你就是爸爸的心头肉，你说怎么着，爸爸就听你的。这把老姑子扔到哪儿都成。而且现如今这么好的姑爷，这么好的姑娘，那我有什么可怕的？行，没事，爸爸听你的。明儿咱们就找人啊，归置东西，给他凑钱。转过天来，老头是个爽快人，真找人去了。来吧，看看我这房子值多少钱啊，这儿一坐价，房子卖，东西多少钱，家里还有这么100多亩田地啊，连着田搁了一块儿，多少钱，还有点现银。姑娘又把自己的首饰拿出来，都放了一块儿，最后凑了5400两银子啊。拿过来之后说，郎君呐、啊，这5400两银子是咱们全家的身家性命，我父现如今为了你的前程把家全都毁了，没有别的，希望你仕途顺利啊，到了京城去找一个好的肥缺，到那会儿接我们一同上任，咱们全家人就算缓过来了啊。这钱呢，你这样，我们留下100两安家，最起码得
先租房先住下来，我们留下100两，剩下5300两你带走。嗯，希望你啊赶快的找一个合适的差事。哎呦嚯，小满的眼泪哗哗的，气呀气呀，我说点什么好呢？我找遍了天下也不可能再有这么好的人了啊！岳父老大人对我是天高地厚之恩，贤妻你更不用说了，我有这个现如今这个身份都是你们给我的，你们爷俩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一般的。嗯，在家中静候我的好消息。这归置好了东西，带着钱赶奔北京城，家里边给人腾房吧，腾房归置东西，应用之物不卖的全弄出来，这个老宅子就卖给别人了，自个儿呢又租了房，老头带着闺女带着两个丫鬟一块过日子啊，心里想我们等着吧，等这消息看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接我们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这位满的人，状元爷由打家中出来赶奔北京城，来到这儿先到各个衙门口去投文，把自己这个简历四处的撒了一下，那又找司官大人把这个地址全问清楚了，今年都有哪儿，说有这儿有这儿有这儿，有这么13个地方啊，需要有差官前去，挑来挑去一看哪儿最好啊，直隶广平府，这儿短一个知府啊，如果说上这儿太棒了，因为这儿离着京城也近，可是呢他又不归京城这些个大官们管，跟这儿不敢说独立为王，最起码方前附近这个广平知府他能说了算，所辖的这些个县也大部分都是有钱的地方，那谁要上这儿来是一个肥缺。嚯，小满可算是运动开了，花钱如流水一般，各大司官各大衙门每天求人呐、告啊大伙儿给你帮忙吧，想方设法吧，反正运动了有这么将近2个月，终于圣旨下来了，派下来了，小满是广平府的知府。哼，心里高兴啊，你瞧瞧这事闹的啊，想吃兵下雹子这个事儿啊还就定妥了，现如今我是广平知府，我得赶快归置好了东西啊，接我的妻子接我的老丈人，我是先奔凤翔府接他们来，带他们跟我一块儿到广平上任，这家人家对我是太好了啊，我一定得对得起他们。屋里边东西都归置好了，把车也都预备完了啊，准备着回凤翔，有打外边来一人进门就喊，兄弟兄弟，文臣你在哪儿了？嗯，随着声音进来一个人，这个人这个岁数有30来岁，大高个儿，往里边一走四处撒摸着，兄弟文臣哪儿呢？小满一抬头，哟呵，不是外人，是自己本家一哥哥啊，论着来说是本家大爷，因为都是姓满，但是各家大排行一算呢，人家岁数是最大，在家里边呢都管叫大哥啊，人们一喊是满老大。那满老大进来了，哎兄弟，哎呦我的哥哥耶，您怎么在这儿了？嘿、哎、兄弟我找你有事儿，你这干嘛？我回凤翔。嗯，凤翔不能去。